現在是標準時間下午6點29分。新聞今天的主要新聞有：港股今年第一個交易的升級，幾多困難我們都會不偏不倚執行職務。即使查案搜證的過程好像大海撈針，我們都不會放過任何一個線索。南韓提議下星期和北韓舉行高層對話，討論北韓參與平昌冬奧事宜，北韓暫時未有回應。各位，港股在今年第一个交易日红盘高收，恒指升近600点，重上30000点水平，又创超过10年新高。恒指一开市就重上30000点大关，之后越升越有，并以全日高位收市，报30515点，升596点，是近3个月以来最大的升幅。大市成交增加至1268亿。其實在2018年嚟講，年中咧，咁行 A 股咧都會將會納入 MSCI 嘅新興市場指數嘅。咁而當中咧會有一啲嘅板塊龍頭股份咧都相對較有利嘅。咁個目標嚟講咧係33000点。經濟情況比較理想，佢哋產品嘅價格咧都有機會可以加到上去。咁所以咧佢哋嗰個利潤率咧都有上升嘅空間。咁所以呢樣嘢就2018年都仲會持續嘅。重磅股腾讯升近3%，支持大市向上。金融股亦都做好，汇控创超过3年新高。港交所同平保升4%，手机设备股强势，信宇升9%，系表现最好嘅蓝筹。瑞星升超过7%，内房股亦都有追捧，碧桂园升8%，融创同合景泰富升超过10%。不过上个月澳门博彩收入差过市场预期，赌业股逆市受压。银娱跌近4%。无线电视记者李宝善报道。青年新政能保障大家的权益，举报围标。喂，在你身边10年，你试过认真看我吗？我就到期了。我是你揸10年期驾驶执照，今年起有90万人的驾驶执照要续领，最方便就是用运输署寄给你的续领密码上网申请，邮寄或者用投递箱都得。亲自办理就预先上网或者电话预约。我续咗啦，你呢？改咗地址，记得通知运输署。住喺屋企隔篱嘅，我哋叫佢咩啊？邻舍。冇错啦。李太，哎呀，唔好意思啊，迟咗收工嚟接恒仔啊。唔紧要，系你妈咪托我买嘅厨具嚟噶。妈咪，我今日去咗个新厕，叫邻舍啊。有权进入会议室，立法会保安无权阻挠。辩方指出控方无传召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又或者秘书长陈维安作供，未能够证明保安是否合法执行命令，要求裁定各被告表证不成立。控方回应话，终审法院早前已经裁定两人在前年10月12日首次宣誓失败之后，已经失去议员资格。因此他们案发当日已经不是立法会议员，保安当时是否合法行事并不是重点，5个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罪行。辩方就说本港的刑事法没有追诉力，如果控方采用司法复核案件的立场，将会因为事后的法律发展而令到被告当时合法的行为变成非法。辩方需时考虑怎样处理，要求押后案件以预备相关的法律观点，但是裁判官拒绝。案件星期四续审，梁仲恒同游慧晶暂时未决定会唔会出庭自辩。无线电视记者廖卓仪报道。昨日元旦游行结束之后，部分游行人士在终点的政府总部东翼前地同保安发生冲突，两个保安同一个示威者受伤。行政处对有示威者不遵守使用规则表示遗憾。政府总部东翼前地如常有保安人员当值。
位於旗杆附近的鐵鏈有損毀。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和政府總部的保安員會面，又慰問兩名受傷的保安員。行政署發言人說，五名示威者星期一遊行後逗留在政總的東翼前地，行政署三度發出警。在警方拘捕一名46岁男子，涉嫌刑事毁坏一块塑胶板。发起游行的民阵话，游行结束之后已经多次呼吁游行人士离去。我哋都会提醒佢哋，就系可能有一啲风险需要承担啊。基本上呢啲即系小型嘅冲突，任何地方发生咗，其实都可能会发生嘅。所以其实都冇话同公民讲出开放嘅一个好直接嘅关系。本身是法定機構保安及護衛業管理委員會委員的議員麥美娟說，主辦的團體有責任管理秩序，他們都應該要考慮到那個場地的安全情況啊，或者到時那個秩序如果一旦失控的時候他們可不可以控制到啊等等的。所以如果昨天的事件令到我們的保安同事是受傷，其實是將我們的保安同事擺了在示威者田區的壓力。它還是環保地標，結合教育、消閒、自然生態設施。它不單止是一個公園，它是 Tea Park 園區，能源轉換社區，轉廢為能。香港會委會通過的決定，難免令人擔心將來會用同一方法處理其他有爭議的事項。它說如果當局承諾下不為例，有助釋除疑慮。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最终的决定权，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一言九鼎九鼎。李碧，残疾雇员有权选择接受评估，按评估的生产能力收取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或上劳工处网页睇下啦。个女咁耐都未等到器官移植，希望越来越渺茫啦。每日都有接近3000个病人急需器官移植以延续生命，除了支持和问候，想卫生署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成为捐赠者呢？登记了要将你的意愿告诉家人知啊。私隱有法寶，不要隨意下載可疑的應用程式，帳戶不要用曬啲簡單的密碼，網絡攝錄機沒有保安設定，影像分分鐘被人截取，社交網絡沒有私隱設定，個人資料被人看到曬就麻煩了。不要隨便咁用免費公共 WiFi， 用完記得刪除慣用網絡設定，還要經常更換網上密碼和注意保安啊。在工作上遇到几多困难，我哋都会不偏不倚执行职务。即使查案搜证嘅，南韩系以下星期二同北韩举行高层对话，讨论北韩参与平昌冬奥事宜。北韩暂时未有回应。有分析就估计，北韩领袖金正恩可能会派媒会金宇正担任代表团团长。南北韓關係新一年似乎有好開始，南韓在以下個星期二兩韓代表在邊界板門店和平之家舉行高級別會談，就北韓參加下個月平昌冬奧和改善雙方關係等議題磋商。南韓統一部認為而家有必要盡快重啟兩韓聯絡渠道以安排會談。若果成事是南北韓兩年來第一次有正式高層對話，亦都是甲派文在寅上任總統半年多以來第一次。去年朝鮮半島局勢可以說是近幾年來最緊張，一踏入2018年就有突破發展，是因為北韓領袖金正恩在元旦新年賀詞先釋出善意，說願意同南韓對話，又說樂意派北韓選手參加平昌冬奧。
南韓總統文在寅第二日亦都友善回應，對金正恩的講話表示歡迎，又指示相關部門盡快安排協助北韓運動員前來參加冬奧。不過文在寅強調改善兩韓關係和解決北韓核問題掛鈎。有分析估計，金正恩可能會安排被視為是北韓第二號人物的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崔龍海擔任北韓代表團團長。崔龍海在2014年和另外兩個北韓領導層作為特使出席仁川亞運閉幕儀式。不過亦有分析認為，金正恩未必想外界目光集中在崔龍海身上，可能派有白頭山血統的妹妹金宇正擔任團長。無線電視記者陳敏婷報導。美國加州元旦起將消閒用途大麻合法化，有輿論認為新法例下可能引致更多服用大麻之後駕車的問題。在加州奧克蘭，大約100人無懼攝氏6度的嚴寒天氣，元旦凌晨去到這間醫療中心排隊，見證歷史一刻。簡單的剪彩儀式過後，這間醫療中心正式成為州內其中一個大麻合法銷售點。由這一日開始，加州民眾可以在無需治療的原因下合法購買用作消閒的大麻。We were here at about 5 o'clock this morning. It's history. It's history. And I think it's beneficial. It's going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a lot of different demographics in the long run. We've all established that this harms no one. You know, it's not a detriment to society. It's actually something that helps.州政府早在2016年尾通過有關法例，去到今年元旦日起生效。法例定明購買者必須要年滿21歲，最多可以藏有28克大麻，屋企種植大麻的上限是6棵，而店鋪出售的大麻必須要密封，不容易被小朋友打開。目前州內有90個合法銷售點，當局將會開始徵收大麻銷售税，估計每年州政府收入將會增加10億美元。當地傳媒預計大麻價格將會調高25%，估計三年內大麻生產業總值可以高達58億美元。有意見認為新法例之下可能出現更多人服用大麻之後違例駕駛的問題，亦都對年輕人有不良影響。加州人口是全美之冠，當地早在1996年已經通過醫療用大麻合法化。現在美國一共有6個州份，包括華盛頓州、科羅拉多州等，將消閒用的大麻合法化，但是吸食大麻會令人產生幻覺和反應遲鈍，長期更加會患上內分泌失調和支氣管炎等的疾病。美國聯邦政府仍然將大麻和海洛因、可卡因等列做毒品。無線電視記者陳雅靜報導。先休息一陣，翻嚟會睇下。這款發光氣球近期好受歡迎，但專家說如果氣球用易燃的氫氣充氣，遇上明火很危險。伊朗反政府示威持續，警方說有示威者向警員開槍，造成一死三傷。